该再来跟各位分享一下，这一只不陌生的哦，我们叫姑娘。那你看哦，你看，这是皮屑，怎么样？如果在正常的情况下哦，蛙你泡澡，它会有一层皮，这个脱下来，那个都正常的。其实你可以协助它，有没有各位们看到？帮它拉起来，好不好？啊，这里面我刚刚就是一样用那个优点，我帮它泡了，这个协助它，把它身上的衣裳，我轻轻的帮它扯掉。哎呦，哎，我们姑娘叫哎，怎么样？我脱她衣服不开心哎，OK。腿这边也有。